梅杰综合症案例。马来西亚宁先生59岁。1996年，我和太太去英国工作，当时是送货司机，每天凌晨4:30就得起床载食料去工厂，中午2:00才回家。2010年某日早上发现眼睛睁不开，就去看家庭医生，他只给了眼药水，滴了仍无改善。再找另一位医生，他怀疑我是肌张力障碍。再转神经专科医生，他说我是梅杰综合症，建议我到中央医院治疗。我在眼科专科对双眼角处打肉毒杆菌毒素，双眼共8枚，共打了2次。当时眼能睁了，但没多久身体却不停抽搐，全身失控，特别是头、颈、舌和手脚无法转头、低头，不断往上抽搐，肌肉紧绷，口齿不清，无法控制音量，咬牙磨齿，口液外流，一直吐舌，视力模糊，全身无力。当时是2011年。复诊时告知我的状况，医生继续在我双颊、颈部和眼睛打肉毒毒素，他说让脸、颈和下巴麻痹就不会抽搐，但脸部麻痹让我连面包都吃不下，很难受。约10天麻痹消除，抽搐也改善，但好景不长，3周后所有病症复发且更严重。医生决定每3个月打一次肉毒毒素，打了1年多，没改善还加重，颈部和肩膀24小时痛，进食困难。最后决定不打肉毒毒素，只吃西医开的药，每天在痛苦中度过。由于药很贵，10余年积蓄都花在药上，但健康仍恶化。2013年，在马来西亚的哥哥患病，用原始点便康复了。他建议我上网查原始点，看张医师的演讲。看完张医师演讲影片，决定尝试原始点，且马上停药。太太看手法、网络影片学按推，每天下班后都替我按推。因工作忙，太太只在周六日熬姜给我喝。用原始点后比较舒服，太太缝红豆带给我每天温敷头、背部1/2小时，晚上睡电热毯，每早运动及跑步约1小时。太太切姜丝放保温瓶，用热水泡给我喝，我只喝姜汤。当时状况有改善，但并不多。2015年得知张医师要到吉隆坡演讲，决定回马来西亚参加。回去后，弟弟建议我到一所大医院检查，他怕我出状况，至少一家医院有我的档案。就诊后，医生没做任何治疗，只开一些西药，但我并没有吃。此后我再也没做任何检查，之后报名张医师吉隆坡讲座，听完下决心完全用原始点自我处理。2015年12月20日，我去马来西亚张昭汉原始点推广中心求助，在志工教导与家人陪伴下，我开始落实原始点，每天用50克干姜片熬浓姜汤，饮食都吃温热性食物，每天用热贴温敷头、颈部24小时，中午用红豆袋温敷，晚上睡电热毯，睡眠充足，每天坚持运动1小时，包括走、跑、爬梯、甩手、伏地挺身等，也熏习理论，掌握正确观念。更重要的是，有全日细心照顾我的好太太，每天替我全身按推。2016年2月28日，落实原始点短短2个月，除磨牙无改善，大部分状况都获得很大改善，身体不再严重抽搐，体力几乎全恢复，我还能在推广中心上台与其他患者交流，康复的喜悦难以形容。2016年7月，决定回故乡，过了1年朴实的田园生活，每天拔草锄地，早上晒太阳，一天农作2次，4至6小时，种榴莲、蔬菜等，心情也开朗。持续积极运动，每天伏地挺身及甩手，还是喝姜汤，但简单，15至20克干姜片熬。因张医师说康复后，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摄取，加强运动即可。太太坚持每晚替我全身按推1次，我也用工具自我按推，每天看张医师讲座。
志工继续保持联系，时常鼓励指导，希望我别因好转而懈怠。目前体力恢复 80% 以上，颈痛改善 70% 以上，肩痛改善 50% 以上，颈部偶尔会抽搐，但已无严重绷紧感，头已可自然往下看，不会往上抽搐，舌头口液都能控制，不用戴手帕一直抹，虽无法完全口齿清晰讲话，至少他人已能听懂，口疾也减缓了。现在我不止保住命，还找回健康，每天与果树蔬菜为伴，生活轻松自在。感谢原始点，让我从绝望中看到希望。2011年在英国，我就得到这个病了，这病它会抽搐，往上这样抽，抽到我根本睡不着了。我刚开始是那个眼睛啊，根本一起来的时候就看不到，然后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呢就介绍我去专科医生了，他看了我，他就说你的脑子里面啊，那个神经控制不到那个肌肉，他就帮我打那个搏斗手，打了那个搏斗手根本没有见效，那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哦很辛苦了，人又睡不着，然后我这个视头哦它会这样往下这样吐，而且那个口音根本都控制不到的。后来我就照了，就看到这个原始的医疗法，就在2015年，我就决定要回国了，不要再待在这样寒冷的气候，那根本那个西医也帮不了我。2015年12月份，然后在俱乐部进屋体育馆，那我就去听原始的人讲过，那我听了之后呢，我就决定要像这个原始点的方式，看有没有办法治疗我这病，在我探讨的这个家庭中心了。那然后我就每个星期有去报道，那就给师兄师姐们在做这个，慢慢一步一步的做起了。刚开始就做这个按推，然后我这个病抓的重点了，应该是在头部了。刚刚开始按的时候，哇，好痛的，很难承受啊。那慢慢的喝那个浓稠的姜汤，还有开始吃那个温清的那个食物咯，冰冷的东西，我一律都戒得很清楚了。就在接触这个原始的方后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病居然有了喜事。那我就去了这个家里原始的中心咯，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。那到一个半月之后呢，那我就叫我太太去慢慢的学习这个手法，然后回到家里帮我慢慢自己的去摸索这个案，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哦时间比较多一点的，那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就好了。我现在我觉得我的体力方面哦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因为我每天都是保持做运动哦。我觉得我的体力是应该是恢复到很不错的境界的。